这是木魔琴高人研制的攻城秘器，可助公子打赢元州一战。 三公子得胜归来。这个叫木宗和的人来自南国，是一个普通的黄酒商人。还有，这份设计图可是不一般，你帮我查一查是谁设计的。青妹怕查到最后，伤到的还是三公子您。你想说什么？没有人比青妹更懂。 您在地牢中的三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一个生而高贵的人，突然被打入黑暗的无助与绝望，这一切都是那个花木锦造成的。青妹恳求您放下执念。那个女人当初如此背叛你，她不值得你如此。三年，我袁飞白咬着牙熬了三年。 就是因为我心里还留着这份挂念，因为我欠他一份生生不离的解药啊！我盼望着，每天都盼望着得到他的消息，盼望着能够早日见到他。就是因为“花木锦”这三个字。 我才活到了现在，否则早死了。三公子，您这样牵挂着他，可他牵挂您吗？他牵挂我，他一定牵挂我。我明明找到他，替我照顾好他，求你了。